我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也有跟他说会讲一些很难的。事前还有先问赖皮哥我可不可以这样，还有问翔哥过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就放心写这样子。那然后真的敢唱出来，是他们两个大哥听过以后，就是我才觉得放心。哦，好，那我这样应该不会被揍这样子。大哥但不是估计妹，上课大楼里面住几天你会 freestyle， 所以有加分。19年去蹲二一年 free man， 穿过沙漠可是你丢下海拔，很刺激外面全是警察，诈骗集团高雄地下的 NASA， 晒黑的黄秋生猜猜我找到了谁。 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， 看见马克被人带走，二选红桃半边天，阿福卡半秒。那你不会害怕冒犯他吗？应该说我有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也有跟他说会讲一些很难的。事前还有先问赖皮哥我可不可以这样，还有问翔哥过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就放心写这样子。那然后真的敢唱出来，是他们两个大哥听过以后，就是我才觉得放心。哦，好，那我这样应该不会被揍这样子。马克的话，我是先去翻他 FB，我就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翻到那个19年到21年之间是完全空白，对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，我就大概知道，哦，这个两年11个月。除了写你被关过的事情以外，写到什么你会觉得超真的我很私密的事情吗？就是哇，你怎么会知道什么会裸睡啊什么之类的那种，就是很细节啊，那个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写到这你会吓一跳，是通灵是不是？年享受现在每一天，进去够担当，出来变小弟，改叫 Garbage Jam。 After Party 赛排得到十名，去监狱找 TOYZ， 高雄 Free 马克，台北 Free Wabi， 有你 No Filter， 见你就输了，假死让你看 Future， 我的老大了不起负责。你是大哥但不是估计妹，上课大楼里面住几天你会 Freestyle， 所以有加分。19年去蹲二一年可是你丢下海拔，很刺激。外面全是警察，诈骗集团，高雄地下的 NASA， 晒黑的黄秋生，猜猜我找到了谁。 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， 看见马克被人带走，二选红桃半边天，阿福卡半秒做外送，我的马夫马夫，马克与林松服务业。哎呦 I made it，怎么可能 a million dollar， 现在瘦了根本就不像是发了，我带了咖喱巴了，不要驼背，你且抢中了冠，中你的冠。如果你们吵架，我会站在中立当个外，自信不代表是坏，是你错怪，你来中立 you don't want like me， 幸好不是你的兄弟，你的兄弟很饿，可是不会变强，一个碰壁吃了三个便当。哦，下面给你出，你吃下输哦，不给你住，你才像厨房。I will tell your mama 你不 OK， 人生不安在 no way， 请你送你回家睡，旁边车架迷你媳妇都用熊宝贝，小宝贝啊小宝贝，让我带你找妈咪，去哪里是去巴黎，想得美都少有少。如果今天随机选号选到的人是你，你会指定谁？我可能会选马克吧，不知道，可能命运就是这样，哦，不管怎么走都是一样。那你觉得所有人里面谁最好 diss？ 我觉得算马克，欸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还有其他可以 diss 谁？小卡比吗？很胖这样子。你不要一直靠赖皮，爱拉开玩笑别在意，但是那微笑艾米丽的厨师，我初次看到你影片还是粉丝，但之后我就没再看了，因为我更喜欢詹姆斯。从路不能填饱我肚子，你的脸开黄腔为厨师，你以前还比较顾品质，你现在真的需要停止。硬派没有新意的影像 Caddy you don't know what we want， 看皮特都比你还像，你就真的别再逞强 baby， 我觉得你需要休息，祝福也是冷那许愿意，大家都可以体谅你，但是不装成艾米丽的厨师、yeah。